啊，我拄则是讲吼，大家遮随意去迄落啊，结果大家拢共款共时间全离开，我错一个，无紧啦，哦，这是迄个生理上的需要，咱7月26、27吼，伫这个中央吼，有要举办迄个参众两院的一个联合会议啦，吼，啊，最主要就是迄个要通过5个法案啦，吼，这个5个法案呢，拢已经伫这个司法委员会吼，伫2个月内底吼，拢已经有通过安尼啊，通过啊，这是算讲是一个草案啦，吼。啊，那经过参众两院吼通过，啊，就是正式的一个法案啦，吼，啊，嘿，是，哎，啊，这个法案吼，就是马上咱要接种的时候，要接这个证款的时候，会去用到的遐的法案啦，吼，比如讲你参众两院吼，爱成立啊。啊，伊个成立嘛，要有一个法院呐、啊，吼、哦，还、啊、有就是叫做意愿法，本来是叫国会法啦，吼、哦。但是因为台湾目前也毋是国家，啊，佫毋是一个国家，吼、哦，所以袂当用国会，所以改做议会、议院啦，意愿法，吼、哦。安尼来的时阵，马上就会当都法院啦，吼、哦，这法院真重要，吼、哦。咱迄、那个，咱台湾民政府啊，到即卖为止，唯一一个实施的一个法案，就是《公民权利法案》嘛，吼、哦。啊，咱的身份证吼、哦，就是依据这个《公民权利法案》这个法源，再来发这个身份证，唔是迄、那个。吼、哦，拢也无法官，也无立法，啊，随便就要看到人讲，哦，这发身份证1000块，嘿，一个袂歹赚，啊，无伊也要来发啦，啊，有300块啦，哦，啊，听讲也有700块啦，哦，啊，这个是咧乱来啦，吼、哦，但是咱伫美国的迄个制度下，哦，啊。啊，秘书长的领导下，咱咧做个代志，拢一定爱有迄个法源呐、啊，吼、哦、啊！将来咱你执政的时阵吼，咱都爱有一个准备法源吼、哦。啊，伫即个7月26、27这两天啊，诶，迄个参众议院的两个联席会吼、哦、的会议吼、哦，啊，要甲通过吼、哦，啊，所以。这样的法院呢，对现在您在座的每一位，因为您将来都拢是台湾民政府的政务官嘛，吼、哦，这拢是政务官，这是确认啦。啊，但是啊，你都爱有迄、那个有这个法律的知识啦，哦，至少你爱有一个概念啦，唔是讲专业啊，吼，但是你爱有一个概念嘛咧啦。哦、所以恁家来受训的时候，都有分到一本这个红色的哈、哦，一本红色的，哦，土黄色诶、红色的诶、那个阁员郡守准备会议，哦，都拢有分到一本啦哈、哦，啊，分到一本内底啊，就是这5个法案呐、啊，拢总藏伫这个内底，啊，要希望讲每一个人，大家拢会当看，哦。啊，因为咱来上课非常的无闲，都爱阁经过3次的考试，哦，啊，阁迄个审，迄个预算的迄个编列啊，审核预算等等，这吼真无闲，所以你可能。啊，阁无时间通去看，也是看无完整。啊，那大家那回去吼，
都开始都阁无用啊，吼、哦，无用你家己的生活啦，吼、哦，你的迄、那个哎无用经济都对啦，吼、哦，啊，可能即个法案会阁藏到遐，吼、哦，藏到遐，所以呢，秘书长呢，他希望讲吼、哦，我会当伫遮吼，带领啦吼，你看，伊带领大家吼、哦、来看一，至少看一篇啦。至少看一篇吼、哦，安尼看过安尼，无得来引起恁的兴趣啊，恁的兴趣吼、哦，啊，等下时喏都我那也一样安尼吼，安尼啊，为用着来甲看一下安尼，啊，虽然哦，无法度讲吼变成吼足专业啊，但是啊，至少概念上一定爱吼、哦，啊，恁将来去执行恁的职务的时阵吼，无得下都拢会去用着吼。哦尤其是第一个，我确定要讲的，要甲大家做伙来研究的这个法啦，就是社会秩序保护法，哦，社会秩序保护法，哦，这个就是吼、哦，其实就是概念法啦，哦，概念法，这个因为台湾吼、哦、已经受过38年的这个暴力的概念吼。哦台湾都不是因的，因哪会使？台湾是因别个国家的领土啊，因硬实施这个概念，这不对呢。概念是伫你家己的土地内底的反叛地区，还是战争地区，才会使叫做这个概念法呢？啊，台湾是你占领而已呢，占领不是你的领土呢，你也无迄个台湾的主权啊，这不是你的嘛，所以你讲宣布讲。往台湾是戒严区哦，这是根本都是违反迄个战争法啦，哦，啊，何况讲是你一个省长，迄、那个单行已经宣布，这款的戒严法一定都爱总统啊，无国会宣布才有效啊，即总统嘛，应该爱总统嘛，那么一个省主席都咧讲宣布这個，啊，个。拖30几年吼，38年56天吼吼，啊，这是足无道理的。但是咱台湾人吼，戆戆都是安尼，叫欺敌吼，安尼30几年。所以呢，这讲到这两字，这个概念，这两字对台湾人吼是有承受不了的重啊，吼，所以就拢无必用概念法啦，因为军事管理。军事占领，哦，军政时期都是戒严时期啊啦，就是戒严时期啊啦，哦，啊，伫这戒严时期的时候，各位拢是伫各地方的所在的官员哦，这你马上就要用到了，所以吼、哦，我伫讲吼，甲大家安尼做伙甲念一遍，甲念一遍，念一遍了吼，至少大家安尼头脑有看过啊，有一个概念嘛咧，哦。这个法引起不了，引起你的兴趣，等你了吼，其他的什么基本法咯，吼，其他的法咯，啊，大家都有兴趣，就去甲提来提出来看，而且安尼都大家吼分一本书，分一本单行本的迄个目的安尼吼，啊，安尼，啊，因为我过去吼，过去迄、那个咱唯一的迄、那个公民权利法案吼。我也是参与其中之一啦，我也是其中之一，弄10几个，迄阵人足少的啦，迄阵人足少的所以啊叫我爱参与啊呢，啊中间有波折啦吼，啊赶快嘛是爱念啥呢，大家加逐字逐条，安尼去啦，啊咱今仔日喏，我来教安尼个念一下，哦啊，至少伫大家脑海中，有一个概念，哦。啊，我念较慢咧，啊，甚至我迄个标点符号吼，嘛拢要甲念出来吼，以示迄个慎重啊，以示慎重吼。虽然有较怪，哦啊，但是迄个有即法律即种物件，总是真迄落嘛，真严肃个代志吼，真严肃、真重要个代志。请大家原谅，我用这个北京语
来读，安尼使无？会使啦吼，无反对啦吼。安尼我用北京语，因为这個文哦、喔，用迄个北京语的迄个语义吼、喔、来写的物件吼，所以用北京语读较顺啦。哎、欸，好啊，咱即马为翻到十一页。第十页呢是迄个目录吼，咱都暂时甲卖它，啊，咱马上进入迄个实质内容吼。台湾民政府社会秩序保护法，好，第十一页第零一章立法精神与目的。第0101条立法精神冒号保护社会秩序为本法精神据点。第0102条立法目的冒号保护台湾括弧民政府司法管辖区域社会安全与秩序逗点特立本法据点。第02章适用司法管辖权范围与地域。第0201条本法适用司法管辖范围指台湾括弧民政府司法管辖地括弧台湾地区顿号离岛与附属岛屿及其附属领空或领海或领空括弧得实施本法据点，并得区分地域据点，战争或叛乱地域逗点，得适用于实施本法据点。第0202条，本法所指地域分为三种。冒号01点为保护社会秩序地域冒号国安参谋联席会指定划分地域据点02点警戒地域冒号指战争或叛乱发生时逗点受战争或叛乱影响应警戒地域据点03点接战地域冒号指作战时攻守地域据点上述各地域逗点应于时机必要时逗点区分地域并公告据点。第03章组织。第0301条国安参谋联席会为本法实施后最高决策指挥单位逗点司法委员会应指挥各级司法单位协助各级国安单位共同保护社会秩序据点。第0302条国安单位得于各法院设置军事审判法庭或自行设置军事审判法庭逗点各级司法单位应协助国安单位
设置军事审判法庭据点。第0303条，国安参谋联席会得指派专员组成军事法院主席团，逗点，或与各级司法单位成员组成军事法院主席团，逗点，该主席团为该地域内最高军事审判单位，据点。第04章，指挥与权责。第0401条，国安参谋联席会于必要时，逗点，得指派专员依本法地域内，逗点，指挥所有各级国安单位，顿点，行政单位，顿点，司法单位与其他单位，逗点，上述所有单位应受该国安联席会参谋联席会专员指挥，据点。第0402条，与发生战争交战时，逗点，各级军事法院依照国际战争法应接受战地指挥官指挥，据点。请翻过来第12页，其他状况国安参谋联席会为最高指挥机关，据点。第0403条，地域内无法院或与其管辖地域法院交通断绝时，逗点，其刑事及民事案件均得由该地域内军事审判单位审判，据点。第0404条，该地域内军事法院主席团应将该依本法情况及一切处置，论点，审判与判决状况，逗点，应立即迅速按即呈报至相关各级国安单位与相关各级司法单位，据点。第0405条，美国军事人员涉入本法时，逗点，应将该人员送交国安参谋联席会处置，据点。哦，这条都爱记的哈。美国迄个白皮肤的哈，金门的哦，如果上有国安单位去处理，他们难去个处理哈。第05章，罪名与保护社会秩序。第0501条，关于触犯本法下列罪行之罪名，逗点，军事审判机关得自行审判或移交法院审判，冒号。01点，内乱或外患，据点。02点，恐怖攻击活动，据点。哦，中兴黑啊，那就是准恐怖攻击行动了哈。03点，妨害社会秩序，据点。04点，制造谣言并意图造成民众恐慌，据点。05点，公共危险，据点。06点，杀人，据点。07点，恐吓及掳人勒索，据点。08点，
暴力强奸据点09点，妨害自由据点10点，强盗及海盗据点11点，非法贩卖或移转一级毒品据点12点，非法贩卖或移转枪炮和其他重型军备武器据点13点，重大诈欺与诈财据点14点，重大经济犯据点15点，重大资讯网路攻击据点16点，重大贪赌公款据点17点，其他未列于上述逗点但仍有重大伤害社会安全和秩序之活动据点第0502条，国安相关单位为保护社会秩序有执行下列事项之权冒号到第13页哈，01点，必要时得停止或解散集会、结社及游行请愿逗点，并取缔言论、讲学顿点、新闻顿点、媒体顿点、广告顿点、其他各类资讯传播方式。与社会秩序保护认为有妨害者据点02点，认为确实有碍社会秩序保护逗点，得限制或禁止人民之组织顿点宗教或宗事相关活动据点对于人民罢市顿点罢工顿点罢课后其他罢业逗点得禁止及强制其恢复原状据点04点，得拆阅邮件顿点电报或拦截电子邮件逗点必要时并得扣留或没收据点05点，得检查出入境内之船舶顿点车辆顿点航空机及其他通信或交通工具逗点必要时得停止其交通逗点并得阻断其主要道路及航线据点06点，得检查旅客之认为有嫌疑者据点07点，因时机之必要的逗点得检查私有枪炮弹药顿点兵器及其他危险物品逗点并得扣留或没收据点08点，对于本法司法管辖境内之建筑物顿点船舶及认为情形可疑之住宅逗点得施行检查逗点但不得故意损害据点09点，寄居于地域内者逗点必要时得命其退出逗点并得对其迁入限制或禁止据点10点，不得已时逗点得征调顿点破坏或损毁民众之动产与不动产逗点
应适当或全额以上之补偿。据点十一点，不得已时，逗点，民间之所有财产及一切资源，逗点，得实施行检查与调查登记，逗点，必要时并得禁止其流通，逗点，其必须征收者，应给予适当或全额以上之补偿。据点。第零六章，刑罚与罚则。第0601条，刑罚有以下两项：冒号，零一点，死刑；句点，零二点，鞭刑；句点。罚则有以下七项：冒号。零一点，拘役；据点，零二点，强制安置；据点，零三点，限制住居；逗点，得上电子铐或其他类似 GPS 定位系统；据点，零四点，指定课程在学习。这有一个句点了哈，他没有印上去。零五点，社会劳动服务，句点。零六点，罚款，句点。来，请翻过来第十四页。零七点，其他经国安相关单位，顿点，司法相关单位与各级矫正局建议之法则，据点。本法得刑罚与多罚则交替执行，逗点，但需依照判例与犯罪或罪行之适当性，据点，第0602条，侵犯本法之外国人，于受本刑罚和罚则之后，逗点，得予以驱离出境，逗点，列入不受欢迎入境外国人，逗点，并得禁止该不受欢迎之外国人入境，本法第0201条规定之司法管辖区，据点。第07章，刑罚与刑责裁量基准要点。第几条？是的哈，是的。好，马上订正。第0603条，本法应按判例判决与做成判决书，据点，但在前例无判例前，逗点，经国安单位与司法单位指派之专员研究后，逗点，形成本法第0601条之判例，据点，判例得参照本法第1001条之公开判决资讯要公开了哈，据点。第07章，刑罚与罚则裁量基准要点。第0701条，各刑罚与罚则裁量基准点，逗点，相关审判人员
应注意以下七项材料要点：冒号零一点，造成之实质伤害与实质损坏性；句点，是否诚实坦诚犯罪；句点，零三点，是否配合调查；句点，零四点，是否态度良好有悔过之心；句点，零五点，是否加害者对于受害者有适当之补偿；句点，第零六点，是否被害者与其家属愿意加原谅加害者；据点，零七点，社会整体之观感；逗点，以保护社会秩序与培养良善正直之社会风气；据点，第零八章，执行刑罚应注意事项与免责条款；第零八零一条，执行死刑，逗点，应以受刑人不痛苦与缩短其痛苦时间方式执行；句点，第零八零二条，执行鞭刑，逗点，应考量罪犯之身体状况，并得分批分次执行；逗点，执行前需有专职医生鉴定其身体状况良好，方得执行；据点，对于受刑中罪犯明显有失去生命与残废之情况，逗点，应立即停止执行该鞭刑；据点，罪犯受刑中应有医疗紧急单位在旁介护；据点，第零八零三条，执行本法第零八零一条与第零八零二条之审判与执法人员拥有本免责条款；逗点，除非能经证实属于明显故意之行为，逗点，并导致受刑犯直接或间接死亡或残废，据点，第零八零四条，因审判过程有轻忽误判或执法不当导致受刑人死亡，顿点，残废和受罚者而严重伤害其权益者，逗点，得依本法第一二零二条请求赔偿基金赔偿，据点。好，下一页，第十五页啊，第零九章上诉。第零九零一条，对于依本法之审判得于判决次日，逗点，依法上诉，逗点，最高上诉单位为国安参谋联席会，据点，台湾挂虎民政府之司法与人权单位可按实际状况，逗点，得协助上诉人上诉一次，据点。第零九零二条，台湾，我们就直接念台湾民政府了哈，不要。台湾民政府相关司法或人权单位认为有主动协助上诉人上诉之必要，逗点，得上诉一次，据点。
第一零章公开判决资讯，第一零零一条，依本法审判之判例逗点，除涉及国安问题或国安与司法单位认为不妥逗点，该受刑罚与罚则定验者之姓名顿点，罪行与处置状况应公开判决资讯于相关国安网站或司法网站逗点，并应制成网络资料库公开宣导逗点，以保护社会秩序与培养良善正直之社会风气据点。第十一章义勇行为，第一一零一条，本法第零二零一条规定之司法管辖区域内逗点，民众因为制止本法规定第零五零一条之现行犯之罪行而导致民众受伤顿点残废或死亡之义务行为逗点，应依本法给予医疗顿点无偿和奖勋据点，本条款适用非本国民众据点。义勇行为认定由地域内国安单位或司法单位认定逗点，并得公开于相关国安网站和司法网站表扬该义勇行为据点。第一一零二条，为预防紧急事故或于紧急事故发生时逗点，国安单位征调志愿民众或各类专业人士逗点，共同为保护社会安全与秩序时，适用本法第一一零一条义勇行为据点。第十二章补偿与赔偿，第一二零一条，依本法第零五零二条与第一一零一条逗点，国安相关单位应设置或运用补偿基金与奖勋办法补偿据点。第一二零二条，依本法第零五零一条与第零五零二条受审判后经证实为不适当判决与执法之行为逗点，司法相关单位应设置或运用赔偿基金给予不赔偿逗点，国安单位和司法单位应恢复其名誉据点。请翻过来第十六页，好，最后三章哈，大家忍耐一下，哦，大家都很专注哦，我看大家都很专注。刚才我稍微一个闪失哦，马上大家都群起抗议，我说等下拢做注意，非常好，很棒。第十三章疑义诠释顿点，处置与审判。第一三零一条，对于本法有疑义之诠释顿点处置顿点，
审判与判决都得司法参谋联席会及啊，对对对对 ，sorry， 嘿嘿、哦，我故意的啦，国安参谋联席会及直属单位有最高优先果断人事，顿点处置，顿点审判与判决之权利，据点司法委员会有权得对其权势，顿点处置，顿点审判与判决提出质疑或不信任，逗点并得要求其改善或停止其权势，顿点处置，顿点审判或判决，逗点上诉司法委员会得委请直属平行单位为之，据点但上诉于发生叛乱或战争时不得提出质疑或不信任，据点第十四章修订第1401条，国安参谋联席会与司法委员会一致认为有必要时，逗点得召开本法之修订草案委员会，并得经行通过该修订案，逗点修订案需送交台湾民政府中央决策委员会，顿点参议会与众议会备查，逗点并公告本修订案，据点最后一章第15章宣告开始与终止啊。第1501条，本法经司法委员会修订并通过，逗点交送交国安参谋联席会，逗点本法于台湾民政府始政当日前，国安参谋联席会无异议者生效，据点本法之开始为台湾民政府宣告始政当日实施，据点第1502条，台湾民政府参议院与众议院认为必要时，逗点应参照国安参谋联席会意见做成终止本社会秩序保护法之陈情与报告书，逗点并送交司法委员会讨论并议决通过，逗点并将该终止本法决议送交参议院，顿点众议院与国安参谋联席会备查，逗点并宣告终止本法，据点第1503条宣告终止本法立日，逗点恢复各级法院之审判程序，据点谢谢谢谢谢谢哦哦，大家好认真哦哦，这里看哦，那个头都低低的哦，不是在度孤啦哦，是大家拢足认真的，这足好啦，这足好，嘿，那秘书长就是希望讲，大家对这番哦，拢会用这款的心吼、哦，啊，来个看呢哈、哦，虽然你不一定是将来就是做一个法官，还是审判官，还是检察官吼、哦。但是你知影有迄个概念伫咧，有迄个概念伫咧，就对大家将来咧执行你的职务的时阵哦，有相当的帮助啦。吼、哦，啊，那是赶快你那是等伊的时阵吼，赶快用这个方法吼、哦，啊，将这个这其他的法案吼、哦，搁较看一遍，搁较看一遍，
哦，啊，我相信哦，我相信这都是会当大家咱哦，秘书长啊，伊用遐济钱啊，要达到了目的。啊，经过安尼读过吼，啊，甲这一个相当的了解甲思考了吼，我感觉讲司法哦，司法这个物件吼，无遐复杂呢，其实无遐复杂，其实就是哦，离不开哦，人情义理啦。你们说是不是？是啊，伊只不过是将迄个人情义理哦，甲。噶条文化，把它法律化，安尼念嘛，吼、哦。所以今日呢，今日呢，咱诶外课到这为止，好，感谢大家，感谢，来，谢谢我们的副主席哈，我们是不是用在最热烈的掌声来谢谢他，谢谢。